里，拜拜。白皮，男的。五条，六条，三封，一瓶，七封。碰一只七筒，是四条。之后听牌，听牌了，听牌了。黄慧珍，有没有要猜奶哥听什么牌？猜中了三万。之后听牌，听牌了，听牌了。黄慧珍，有没有要猜奶哥听什么牌？猜中了三万。如果要猜就按零。基本上我觉得一定要瞎猜也要猜。对，嗯。所以我要按，请。要不要猜？猜啊！猜按了、啊。那按。对。帮你啦。好，给你五秒的时间考虑。我按就好，没事，按半天。五。不要考虑。我跟你讲哈，我直接先告诉你，好，听对倒的牌，对倒，不到第二关，我现在啊，第一次我就告诉他，听对倒的牌，猜中三万。好，请作答。二筒九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猜的，比如说一个理由吧，总有个理由啊。打四筒，没有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啊？直觉，我觉得是二筒啊。那为什么九万？我是因为对倒嘛，那九万的几率有啊。这也太邪门了吧？是灵媒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太邪门了吧？牌啊，这就是你不知道我牌，你在乱猜，你能够猜到比九万？所以我猜的。我觉得二饼。不得不啊，真的是。因为我刚刚是想说猜饼子，因为可是你有强调是对倒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对倒，我觉得九万几率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打一次六万，还是？就是没有道理啊，乱猜的啦。没有这个是讲道理的，对倒其实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，不要玩了。所以二饼跟九万。他讲的很，给你三万。为什么？其实因为我两只九万，我就猜九万。把牌倒下。怎么可能？两个九万猜九万对倒？为什么两只九？
下自己还放二饼。这个是我的直觉，真的。所以我猜对了，这个懒得理你了。哎，为什么我不懂？为什么我两只小猫我会猜你？他就说直觉啊，我真的是直觉。所以你们就小心他，今天就是直觉很准。对，他手气好，今天手气好。鬼了，真的？还是要怎么猜那么准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讲到吓我一跳。我期待一下大乐透今天在开什么？而且今天农历七月初一，不要这样讲。好恐怖，真的。自己的脸就涨红了，所以我好紧张。所以讲我说不能铁死心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你这样认为，你这样想的话，别人就猜到了，怪了。我可以大意，所以你们讲人啊，人生当中啊，得意的时候啊，真的要低调。哎呀，梅哥，这句话好，真的，你就是一直学不会这个啊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有想要学吗？他没有想要学啊。对啊，我没有想要学低调啊。加码成功53，太厉害了，好恐怖！哇，3-1，我要把它打回原形了。来，四人对决，3-1。四人对决，3-1。哎，观众朋友，邪门吧。对不对？这个彭慧珍哈，永远记得你，好不好？自己1-9还猜9万，对呀，好奇怪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把它打回原形。你现在是53,我放你炮159,他们放你炮 double 106,一样多，告诉你一样多哈，嗯，好不好？好自为之啊。是啊，那大家互相帮忙。派谁打彭慧珍啊？如果你自摸是平的。如果你自摸，你自摸就是把你今天53,全部攥在手里面，对，知道吗？放枪给我们是除以3 ，OK， 好啊。但是你打黄庄再加10,000，63,对，好，请记得这个奖金的机制。来，请坐。那样，哎，不要太快，加油加油！我这样，你一定是冲那里的，对，不然呢？跟他打要加油，你们真是太不敬业了。那你自己小心。哥，不要忘记刚刚那个。你刚才。我打得很差啊，我低调。来，马上我们来看看3+4的牌，彭慧珍一举猜中加码赛，看来是有备而来的。53,000想翻倍，想听可就别输人。面对运气加深的挑战者，三人的默契要更足够。58饼摸边3万，凑不上大就努力喂牌吧。对手的实力可是不容小觑的，东南风摸14饼，8条6万赶紧来，想听就能安心啦。低调两字老爱挂嘴上，做事一样不低调。万字随便摸随便耗，再送边3饼，奖金除3就靠你。初三，北方。先慢慢打，为我牌面都漂亮。对啊，上一把是月牌。